開始表決，請核對所作表決。有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，顯示結果。出席42位，40位贊成，1位反對。議題是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。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。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。現時已接近6時了，我會議現在暫停，明天9時續會。